佟丽娅七夕晒照形单影只，和陈思诚零互动。8月28日晚上，佟丽娅微博分享一组单独美照并配文，你们加我大于3000W。感恩丫咪一路陪伴，让我们继续同行，继续相爱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照片中，佟丽娅穿着粉色露肩上衣，躺在床上笑容甜美。随后，网友回复，七夕快乐，照顾好自己，要幸福啊呀呀。佟丽娅，你值得最好的。早前陈思诚被曝一次出轨，让佟丽娅伤透了心。8月8日是佟丽娅生日，当日陈思诚主动示好，为佟丽娅送上生日祝福，但佟丽娅完全无回应。今年的七夕，夫妇二人仍然没有互动，古天乐崩溃演出杀破狼贪狼，为一场戏哭一整天，新片杀破狼贪狼在香港上映不到两天，票房快速突破港币200万。男主角古天乐不禁打得起劲，演起青春期女儿遭绑架的爸爸，情感戏也是他近年少见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演出。片中他为了寻找在泰国失踪的女儿，英勇对抗黑市活体器官贩卖组织，更在媒体面前跪求各界协助女儿，更有一场见到女儿大崩溃的演出。饰演古天乐女儿的年轻女星陈汉娜说，她已经第五次看杀破狼贪狼，每次见到古天乐抓狂地跟我说对不起，我就忍不住哭了。古天乐自己也说，向女儿崩溃道歉这场戏特别难演，导演要用脸部反应去表达整场戏，那个地方很小，我的女儿躺在床上，我要用尽的镜头去拍，整个身体语言也没办法表达出来。她说这场戏拍了一整天，她就哭了一整天，上半天我们拍完，中午休息后我们说不如改个方式再拍一次，那天花的力气非常的大，如一转七七发糖。霍建华周迅剧照甜翻网友金，28日是七夕情人节，电视剧如一转也选在今日大发地后堂，而且配合早晚时辰跟诗句发出一系列霍建华与周迅剧照，气氛超粉红，又不失文艺感，显得相当应景。第一张是七夕，陈启提书必发晚欢喜，照片中周迅饰演的如意正在帮霍建华饰演的佟丽梳理辫子，霍建华闭目养神，周迅嘴角含笑，甜蜜尽在不言中，非常有意境。第二张则是七夕入幕，执手握笔浓情墨，佟丽从背后握着如意的手，写下的正是太后赐给元明清英的一字，执子之手，携子之名，化不开的笔墨与浓情，两颗心也默默相依。最后一张花絮照看起来是中年时期的帝后，两人裹着厚重的外套，手里都拿着点心，有点俏皮，象征给大家发糖。看到这么有质感的闪光弹剧照，网友纷纷表示，清英和红丽太甜蜜了，这狗粮我吃。背口执手，写字粗到爆啊。霍建华有胡子还是好帅。求帮皇上梳头，古天乐崩溃演出杀破狼贪狼。为一场戏哭一整天，新片杀破狼。贪狼在香港上映不到两天，票房快速突破港币200万。男主角古天乐不禁打得起劲，演起青春期女儿遭绑架的爸爸，情感戏也是他近年少见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演出。片中他为了寻找在泰国失踪的女儿，英勇对抗黑市活体器官贩卖组织，更在媒体面前跪求各界协助女儿，更有一场见到女儿大崩溃的演出。
饰演古天乐女儿的年轻女。星辰灿烂说，他已经第五次看杀破狼。贪狼，每次见到古天乐抓狂地跟我说对不起，我就忍不住哭了。古天乐自己也说，向女儿崩溃道歉这场戏特别难演，导演要用脸部反应去表达整场戏，那个地方很小，我的女儿躺在床上，我要用尽的镜头去拍，整个身体语言也没办法表达出来。他说这场戏拍了一整天，他就哭了一整天。上半天我们拍完，中午休息后我们说不如改个方式再拍一次。那天花的力气非常的大。